们这个是死面还是发过的面呢？发面。发面不是死面。哎，发面。老板在这里做烧饼，做了27、8年嘞。现在你们一共有几家分店？一共有女儿、女婿、孩子，我自己一家。不是连锁的，这连锁连不好。哦，自己家人做 的。哎，自己一家人做的好。品质控制比较容易是吧？哎，胖子是你谁的？胖子是我爱人，人是不是很胖？学生给他这个名字取的。哦，他不是很胖的。嗯，以前7、8个炉子放到学校门口做，老板呢比他们呢稍微胖一点、矮一点。学生呢要找这个胖胖矮矮的烧饼，比任何人他们做的好吃，那就学生都叫胖子烧饼了嘛啊。不然这个红色的是什么东西？红色的这个五花肉，瘦肉。都是瘦肉。哎，是牛肉是吧？猪肉。为什么会红色的？红色是瘦肉，才瘦肉就红了，然后结果这个肥肉就白啊，是不是啊？你说不是会辣的吧？辣也有，然后这个辣。哦，这个是辣。100张。